另外看到是高雄邮局有被封为山区居民称为是神雕侠侣的邮务士黄玉明跟潘佑林，两个人爱情已经长跑12年，今天就要迎娶，中午举办感恩餐会。座上多位来宾都是黄玉明在六龟山区送信多年，每天相处形同家人的独居长辈，而两个人是慈济大学社工系的同班同学，一起考进了邮局。5年前黄玉明是分发到六龟邮局，潘佑林是夫唱妇随，4年前也从凤山邮局调到了六龟来服务。